风游法国，吴千语历证情未变啊！早前啊，吴千语同林峰咧就传出分手，继日前林峰咧历证二人未分手之后咧，千语 B B 寻日咧出席活动嘅时候咧，亦都系否认分手嘅，仲话啊同男朋友啱啱先去完法国旅行。不过咧，佢就承认大家工作各有各忙，曾经试过同林峰啊半年冇见过面啊，而佢哋咧亦都暂时未有结婚打算。现年23岁嘅千语 B B 仲话，到佢30岁嘅时候先结婚都未迟。咁即系话，如果两人一直相亲相爱嘅话，林峰要等到45岁先至有机会成家立室。听结婚呢个冇啊，主要唔听啦，唔好讲啦，太忙啦，太忙，系啊。我觉得结婚多啲时间见面啊，结婚就会多啲时间见面，即系冇时间谂呢样嘢，即系冇时间。结婚都要时间噶，系啊，咩啊？你唔好咁大胆。冇喎，即系我谂都要好多时间去，即系准备筹备，再加即系如果我觉得我希望结咗婚就系有即系小朋友家庭，虽然未有呢个计划，即系话都唔做嘢啦。即係唔係未做嘢，但係就諗住，即係我自己希望結咗婚係即刻生，即刻生，即係我結婚係希望調轉嗰個程序，反而即刻結啦。但係冇時間啊嘛，即係重視，希望更加好咯。即係大家的趨勢都係越嚟越遲，多個越嚟越早，咁所以趨勢應該越嚟越遲，越嚟越遲。即係無論男仔女，即係女仔啦，更加係而家都其實30歲生都唔算遲咯，而家即係大部分人都係過咗先至。你係咪自己